條 evidence floor。今日咧要帶大家去翻工。今日去邊咧？今日好特別，今日帶大家咧幫一個卡通電影配音。咁咧當初知道要幫一個卡通電影配音，我心諗究竟佢係玩緊自己定玩緊我咧？即係話曬，我都出咗名就係呢個咬字清晰啦，跟住發音正確啦，同埋講嘢又唔女嘅人啦。係咯，咁我就心諗喎。揾我配音，究竟是哪度出了啲問題呢咁樣，咁但係咁又覺得是一件未試過嘅事，覺得幾好玩、幾得意啦咁，咁所以就決定要接受呢個挑戰。咁其實咧，今日已經係配嘅第二日嚟㗎啦，我已經配過一日㗎啦。咁第一日嘅進度都唔錯嘅，早收工啊。今日就睇下可唔可以帶大家都一齊睇下配音究竟係咩一回事咧。好啦，呢、這個就是我嘅配音導演欣欣，欣欣嚟嘅，欣欣咯。欣欣得啦，做乜成日欣欣姐咁樣嘅，得唔得？姐，我啊妹妹啊，你睇個高度知啦。欣欣妹妹係啦，咁佢就會好，繼續，繼續。我而家我逼佢去配音房。好啊，好啦，咁我哋係咪要開始呢個熱身先，定係點樣？係咪要開聲啊？開聲，開聲。我哋而家會做一個開聲 exercise 咁啊。即係吐口水咁啊！係。我哋由低音去高音啊！好。其實同唱歌嗰啲幾似喎。其實因為呢個 exercise 咧係放我哋個聲帶啊震動，咁所以其實無論唱歌又好，講嘢都好，咁呢個 exercise 咧都係通用嘅。咁欣欣妹妹唱歌係咪好好聽？其實。哇！你應該可以轉好多唔同聲唱歌喎，咁係咪？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點啊？係咪會簽我？其實呢個環境咧係好似錄音室嘅，直情支麥咧同我錄音係一樣嘅支麥。咁呢度就係個 mon 啦，都可以睇住。呢度就係佢呢個對白咁樣。咁出面就係會議門啊等等。咁所以其實成個 setting 咧係好似真正錄音。呢边呢边唔系去储物室喎，又电我，可唔可以唔好再电我？我想你觉得会唔会踢多嘅？而家咪转紧咯，唔该，宝姐，系你啰柚度，大家捉实啦。唔使俾面，快啲啊！哇，好做作！你呢啲咧，唔系做。讲笑。宝姐，要打。OK，试下今次。专业啲啦。唔该，唔使俾面我噶，点啊？哇！咁又唱歌啊？唱歌啊？你俾啲感觉我啊！有。你自己讲完都窒 Q 啊！好，继续啊！好。咁跟住咧，我俾你对咗嗰句，跟住咧就系要接翻上去捉翻条木嗰下反应，跟住连对白。Okay. 你睇呢啲咪我担心嘅嘢咯。拉紧啦！呢套咩戏嚟啊 ？Oops！ 你饰演嘅菲尼啊，似唔似样啊？隻眼幾似嘅其實。大家好，我係菲尼啊。好似冇咁高音啊，其實。大家好，我係菲尼啊。其實有冇懷疑過點解會揾你去配音嘅？可能有啲誤會咯，有啲意外，定係其實揾 E 人。方飯，寶寶。
暫時都進度應該良好嘅，係啦，而家就食飯啦，叮叮，食飯。趁放眼帶大家參觀下呢度啦，呢度係好靚好大嘅 ，OK。我呢度係超級大，係總之好大啦，唔知幾多千尺，可能成萬都有。咁就好多，其實好多電影咧，其實都係喺度做呢個配音啊、後製嘅 dubbing 嘅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呢一個地方咧，應該都我唔知啦，應該都係香港其中一個最大最勁嘅一個地方啦。咁所以咧，今次有幸喺呢度咧。進行呢個配音咧都係十分之開心嘅，仲有部琴喺度添，哇！睇下睇下，超犀利，超大，行極都仲有，哇！真係都係喺度配嘅添，係咩？係咩？係咩？係，唔好意思，唔好意思，唔好意思。啊！你做乜嘢啊？係，唔好意思，我。其實好簡單，今次係咪第一次做配音動畫？係，從來都冇諗過自己會。參與配音，多數好似配音都會揾一啲本身把聲好好聽啊，或者即係例如 DJ 啊。因為我自己同屋企人都成日睇動畫嘅，即係比較深刻，可能係當勞啊佢哋啊，跟住即係艾洛佢哋啦，跟住森美啊咁。接到呢個消息，即係要負責配音動畫，會唔會有啲即係好擔心啊，或者好興奮？我第一個反應就係、是、嚇。找我配音，他是玩緊自己還是玩緊我呢，咁樣因為我都真係本身咬字上啊都比較差，同埋講嘢都比較攣啲添，咁同埋都成日俾人話有鄉音啦，咁其實公司都話你接唔接啊，咁樣你得唔得㗎，咁樣寶姐啊花姐都好擔心嘅，其實可以介紹下你嗰個角色啊？係我個角色叫做菲尼。OK， 英文啊，好搞笑嘅就係我當初做功課喺度睇嗰個英文版嘅時候咧，咁我知道我叫菲尼嘅，但我就冇第一下譯咗佢英文係 Finny， 咁我純粹喺度望個稿就見到即係佢啲反應啦，開頭有啲反應啊咁嗰啲，咁我就以為莉亞係我，我就以為黑色嗰只狐狸係我，因為嗰只狐狸講啲嘢係比較 mean 啲，有啲語氣串啲，比較似我平時講嘢嗰個 feel 多啲嘅，咁我就。看完整套呢就是這樣覺得自己是莉亞，繼續我都只是 focus 在莉亞那些部分，我就繼續、我是會這樣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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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配音前一晚呢我就再看多次份稿的時候再看一看，咦那就看看咦為什麼菲尼說的東西跟我看的完全不同呢，然後我才發覺死了，原來我調轉了完全是，但是都挺有趣的，我覺得是的，因為之後才說原來莉亞是 女仔來的，是但是我又完全沒有留意那個性別啦，是的。Sorry， 我嚟过，喂，超級完成喎。好嘅，完成啦。好嘅，完成啦，耶！收工，收工，耶！啱啱讲过啲咩啊？依家第二 set 嚟噶，系因为宝姐唔记得揿录噶。正啊，宝姐。宝姐好嘢。宝姐劲啊 ！Sorry。首先咧，第一样嘢咧就系平反。啲人咧成日都话你啲套字有问题，咁我觉得咧，大家应该要入戏院去check 下呢件事係咪堅嘅，究竟佢有幾多個字係讀得唔好嘅，或者演得唔好嘅？咁但係你會發現零嘅話咧係正常，即係話你聽覺咧冇事。哇！就係咁啦，我覺得係大平反。如果你覺得唔係零咧，咁就係你問題。咁就係佢問題啦。佢 approve 噶嘛？係啊，佢 approve 咁唔關事噶。唔係我 honestly 啦，我覺得因為做歌手咧，始終佢對節奏感係好嘅，即係同埋我覺得佢耳仔係冇事嘅，同埋咧配音最緊要係聽話聽教，咁呢樣兩樣嘢咧佢都有嘅。不過去到尾聲咧就麻麻地啦，開始咧就驕傲啊，驕傲二次創作。係，但係你覺得配音員係咪需要呢啲火花嘅咧？即係係咪需要俾？佢對我嚟講係有，佢係提咗我咯，就唔係 in 提我。OK， 你覺得我有冇潛質做歌手？歌手有冇問題啦？做星四等你啊，花姐。花姐做星四。係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啊！聽下。最安的配音啦，系啦。求下你啊，阿姐好中意，好中意 Eden 噶。希望大家支持菲尼啦。系啊，最紧要支持我 Shelly 啊。犀利犀利，好啦，咁辛苦晒大家，辛苦晒。辛苦晒 ，thank you， 多谢多谢。其实有冇怀疑过点解会揾你去配音？可能我本身谂住系咪有啲大陆口音嘅，但系点知原来唔系。